西九環球貿易廣場的觀景台今天開始試驗。劉子欣，你上過去喎，啲景色點啊？今天天氣不是很好，但是都挺壯觀的，我們一起看看。在城市的中心，由393米高空俯瞰維港和香港的街道，感覺是這樣的。全球第四高，亦都是全港最高的大廈，開放第100層做觀景台，有市民一早來體驗。我們是看過幾個地方的高樓的觀景，譬如好似澳門、台北、101，我們的上海也有，我們都想看香港那個。今天天氣就一般，所以我都會下次再來看一次。觀景台的名字叫做天際100，有份揀這個名字的評審說，這裡就好像身處天際，感覺很遼闊，景色都是全球難得一見。海港又是最靚的海港，因為我們是在九龍望過香港，山頂都是在自己海島望回，是沒有在九龍望香港那麼靚。東邊李怡門，西邊又有日落的海港，我覺得這些都是世界上沒有幾多個城市可以這麼靚。看景也真的認真不錯，不過遊客來到香港也不是只是看景那麼簡單的，都要深入一點了解一下香港，所以這裡有很多這些互動資訊平台，可以讓遊客知道更多香港的特色和香港有什麼好玩。入場費成人是150元，細路仔老人家105元，網上訂會便宜一些。預計初期每日有3000至5000人參觀，五一黃金週和暑假會有優惠吸引遊客。